到底我常常在看到有人他妈对这个东西，你根本没有登陆作战的思维，海岸线你上来就是弱势，你要登陆是最弱势的，就是被当火把子打。都上。3、2、1，发射！哦，是不是躲三颗中一颗就好了嘛？说吧。哦，是不是躲三颗中一颗就好了嘛？说吧。哦，是不是躲三颗中一颗就好了嘛？你要多少飞机会坠落，你才开始轰炎弹？所以24小时打得下来，我打你妈个老鸡巴啦！我打你妈个干你娘啦！你到。哦，是不是躲三颗中一颗就好了嘛？是不是躲三颗中一颗就好了嘛？